它是动物园里最亮的那颗星，不是因为它满身白毛，而是如果人类遭到其他猩猩攻击，它会立即挺身而出。它的主人葫芦是一个善解心意的男人，并给它取名二娃。葫芦可以和二娃无障碍的沟通，二娃甚至还和他开启了国际玩笑。这天夜里，公园里落下了一块不明物体，好奇的二娃触碰后，一股蓝色气体随即喷出。第二天动物园就出了事，二娃居然徒手杀死了一只棕熊。听闻消息的葫芦立刻赶到动物园，他无法相信二娃能做出这种事，棕熊毕竟也是独一档的存在于陆地。二娃明显是受到了惊吓，瑟瑟发抖的躲在山洞里。当他被主人喊出来时，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葫芦，原本只有葫芦一半身高的二娃一夜之间长高了一米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葫芦立刻将二娃隔离，第二天早上二娃就长到了5米8，体重970公斤，这简直吓坏了众人，如果就这么长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女博士找到葫芦，并将真相告诉了她。原来正在研究基因变异技术的一家公司，把不同动物的基因混合起来，包括蓝鲸的生长速率、甲壳虫的力量、猎豹的速度，都提取到一种基因病毒中。就在前不久，一只狂暴巨鼠逃脱并毁坏了这家公司的非法空间站，五瓶基因病毒落到了地球上，而二娃触碰到的就是其中一瓶。两人一直在二娃旁边说个没完没了，被困在笼子里的二娃烦躁不安，突然他发起狂暴，随手将一块石床拔了起来，疯狂地砸开了铁门，医院的墙壁对他来说如同泡沫，一用力就跳出了动物园，吓得游客们四处逃窜。他跑到马路上，将一辆高速行驶的轿车一拳拍碎，警方为了控制住他，只能派出直升机射出大量麻醉剂。二娃被他们带上了巨大的一架飞机，负责人告诉葫芦，不只是这只白猿变大了，还有一头15米长的森林巨狼，全副武装的一支特种部队已经被他干掉了，他甚至将天上的直升机都打了下来，凶残至极。而就在这时，二娃苏醒了，这只刚刚苏醒的白猿二娃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居然轻松将铁笼震开，警卫被他抓住一顿暴揍，他疯狂地将攻击他的士兵一个个打败，警卫没一会就全军覆没，被炸开了缺口的飞机此时开始迅速坠落。葫芦让女博士先松手逃离飞机，他带着昏迷的探员远口逃生，飞机带着二娃一同坠落在了农田里，成功落到地面的主人葫芦却没有找到二娃的尸体，葫芦相信他还活着，随后根据脚印的方向判断他朝西南方向跑去。葫芦和女博士来到军事基地，因为狂暴巨兽过于强大，军方只能采取暴力将他们消灭。他们通过卫星监控发现二娃已经和森林狼汇合，前往呼沱河的方向奔去，两个本来水火不容的动物怎会如此默契，女博士说道，因为经营公司开启了蝙蝠超声波，所以才吸引他们前行，军方将炸弹投向他们可根本无济于事。这时葫芦想到经营公司里应该会有解药，于是带着女博士开了架直升机飞走了。当他们来到呼沱河，眼前的一幕比想象中严重的多，这个城市已经被巨兽当作了游乐场，坦克和飞机在他们手里就是玩具，军方的火力更是形同虚设。更可怕的是，河里冒出了第三只狂暴巨兽哥斯拉的弟弟哥拉西，他们两个都没有哥拉西大，他的声音跟哥斯拉一样恐怖，而更瘆人的是他的样子，在他面前的军队犹如蝼蚁，一台战斗机随口就被毁掉，这座城市被三只巨兽开始疯狂的肆虐。此时葫芦两人已经来到经营公司，终于将解药找到了，打料公司的老板娘发现了他们，他一枪击倒了葫芦，然后将女博士压到顶楼，准备乘飞机逃跑。与此同时，塔顶发出的颠簸吸引了三只巨兽，于是他们攀爬而上，白猿二娃凭借自身优势率先爬到楼顶，因声波的接近，他更加变得狂暴，一拳将飞机砸烂，幸好及时赶到的葫芦救下了女博士。二娃这时开始疯狂的攻击信号塔，正遭受威胁的葫芦大喊了一声，竟换来了巨兽。女博士将偷藏的解药趁机塞进老板娘的包里，然后一拳将她打倒，二娃顺手将她拿起吞进了肚里。葫芦见状赶紧带着女博士跑上了直升机，此时森林狼也爬上了楼顶，协助二娃一起拆塔，大厦已经被哥拉西穿透，整栋大楼居然开始倾斜，飞机最后也淹没在滚滚浓烟里，幸运的他们居然活了下来。这时二娃也苏醒了，看到主人居然露出了笑容，二娃终于恢复了心智。然而这时哥拉西和森林狼也从废墟中爬了起来，看来势必要大战一场，哥拉西怒吼一声朝他们扑来，二娃捡起身边的一个铁球把哥拉西打晕了，就是森林狼趁机偷袭，哪料还是被力大无穷的二娃甩了出去。但很快二娃被森林狼按在地上开始暴揍，葫芦着急地看着一切，他身后的哥拉西开始苏醒，急中生智的葫芦用榴弹来吸引森林狼，从大楼里飞出来的森林狼要吃了葫芦，岂料正好被哥拉西一口咬住，葫芦这招卸磨杀狼用的炉火纯青，不一会森林狼就被哥拉西吃完了。面对如此强大的哥拉西，他们已经无路可逃，就在他要吃掉葫芦的时候，二娃跳到哥拉西的脖子上，拿着辆装甲车一顿暴锤，掰掉他的牙，一下一下猛扎他的脑袋，哥拉西一口咬住了二娃的腿，手疾眼快的葫芦一把将手雷扔进他的腮里，可就算这样哥拉西还是没有死，他甩出尾巴砸向葫芦，二娃拼死扛住被哥拉西再次甩飞，
一根钢管将他的身体插穿。受了伤的二娃在哥拉西面前就是个小猴子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这时葫芦发现一架战斗机，他迅速钻进去疯狂开火来吸引哥拉西。缓缓走来的哥拉西即使正中面门也丝毫不会受伤。葫芦被逼到废墟之中，危机时刻，二娃手握定海神针从天而降，精准刺进了哥拉西的眼睛。一声惨叫过后，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而此时重伤的二娃也闭上了双眼。就在葫芦转头自伤的时候，二娃询问葫芦和女人的关系。 Yes, we're friends。 在搞懂两人的关系后，居然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动作。原来二娃还是一只流星。最后二娃跟随葫芦离开了。我猜他们的终点是评论区。